And even delving into dive, or drilling our teeth. Talking about the debri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balloon that was shot down.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2月6日， 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我们希望菲方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中非双方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此保持着沟通。访问期间，王毅将同俄方重点就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为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